I think we gave everything that we possibly could for tonight's game. In order to compete at this level, and particularly against a team like Korea, obviously we need a quality import. But it does make a difference. And Buzz going, getting ready for the Asian qualifier in February, we'll have to find a dominating import.现在的环境状况，我觉得我们球员不光只是要打好球，我们还要注重更多外在的东西。我觉得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刻，我觉得我们大家要一起跳出来去承担，去面对这些问题。我觉得我们后勤的作业，我们觉得要给点力。当然，就像刘真说的，我只能说这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地方。我们球员能做的，真的就只是打好球。那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后勤能再帮助我们一点，那能尽早找到下一个能替代 Q 的人选，真的能让我们台湾的篮球能更进一步。除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能力的提升，然后在整个默契上面的配合，其实很明显的，今年我们比亚运的时候，去年的琼斯杯来得更好一点。希望当然我们有更多时间能够在一起打球，更多的一些磨合，再加上找到适合的外援人选，然后外援能够更多时间来跟我们做配合，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。